拒绝食用或转变以素食为主，这样不仅爱护动物，让鲨鱼为刀兵同福等地狱礼佛第三十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，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、响地狱、黑沙地狱、丁山地狱、火井地狱、十九地狱、被杀地狱、刀兵地狱、饥饿地狱、同府地狱、如是等无量地狱，今日现受苦众生。我等今日以菩提心力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华藏佛，南无妙光佛，南无药说佛，南无善继佛，南无众王佛，南无离位佛，南无辩才日佛，南无明文佛，南无宝月明佛，南无上义佛，南无无畏佛，南无大见佛，南无梵音佛，南无善音佛，南无慧寂佛，南无无等义佛，南无金刚君佛，南无菩提义佛，南无树王佛，南无盘陀音佛，南无福德利佛，南无士德佛，南无圣爱佛，南无世行佛，南无琥珀佛，南无药师佛，南无弃婴盖菩萨，南无吉根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家救护。愿刀兵等一切地狱眷属等狱受苦众生，今日即得解脱，一切众苦永得除断，离地狱缘得智慧身，以地狱苦发菩提心，行菩萨行，不修不习，入一乘道，满十地行，皆以神力还接一切，同作道场，具灯正觉，为火城、刀山等地狱礼佛第三十一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至诚，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地狱、火城地狱、石窟地狱、汤焦地狱、刀山地狱、虎狼地狱、铁床地狱、热风地狱、吐火地狱、如是等无量无边眷属等狱，今日受苦众生。我等以菩提心力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雷音云佛，南无善爱慕佛，南无善智佛，南无具足佛，南无德基佛，南无大音佛，南无法相佛，南无智音佛，南无虚空佛，南无慈音佛，南无慧音差别佛，
南无功德光佛，南无圣王佛，南无众义佛，南无辩才轮佛，南无善吉佛，南无月面佛，南无日明佛，南无无垢佛，南无功德吉佛，南无华德相佛，南无辩才国佛，南无宝师佛，南无爱乐佛，南无不高佛，南无会上菩萨，南无常不离世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，愿刀山等地狱今日现受苦众生即得解脱，乃至十方不可说一切地狱现受苦当受苦一切众生，愿以佛力、法力、菩萨力、贤圣力，令诸众生同得解脱，永断十方诸地狱业。从今已去，至于道场，毕竟不复堕于三途，舍身受身，常值诸佛，具足智慧，清净自在，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，乃至进修满十地行，登金刚心，入种智果，以佛神力随心自在。为恶鬼道礼佛第三十二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五体投地，普为十方尽虚空界一切恶鬼道、恶鬼神等，一切恶鬼各级眷属，我等今日以菩提心力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，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狮子利佛，南无自在王佛，南无无量净佛，南无等定佛，南无不坏佛，南无灭垢佛，南无不施方便佛，南无无饶佛，南无妙面佛，南无智智住佛，南无法师王佛，南无大天佛，南无深意佛，南无无量佛，南无法力佛，南无是供养佛，南无华光佛，南无三世供佛，南无因日藏佛，南无天供养佛，南无上智人佛，南无真迹佛，南无性甘露佛，南无金刚佛，南无坚固佛，南无药王菩萨，南无药上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，愿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尽十方界一切恶鬼道、一切恶鬼神各级眷属、一切恶鬼各级眷属、一切罪障皆得消灭、一切众苦皆得解脱、身心清凉无复热恼、身心饱满无复饥渴、得甘露味、开智慧眼、四无量心、六波罗蜜常得现前、四无碍智、六神通力如意自在、离恶鬼道、入涅槃道等与诸佛俱成正觉。为畜生道礼佛第三十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运心五体投地，普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畜生道、四生众生，若大若小、水陆空界一切众生各级眷属，我等今日以慈悲心力，普为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
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宝觉明佛，南无离陀部佛，南无随日佛，南无清净佛，南无名利佛，南无功德具佛，南无具足德佛，南无狮子行佛，南无高出佛，南无华师佛，南无诸明佛，南无莲花佛，南无爱智佛，南无盘陀延佛，南无不虚行佛，南无身法佛，南无孝明佛，南无思维乐佛，南无要解脱佛，南无知道理佛，南无常精进菩萨，南无不休息菩萨，南无地藏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加摄受，愿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尽虚空界一切畜生道四生众生各级眷属，一切罪障皆得消灭，一切众苦皆得解脱，同舍恶趣俱得道果，身心安乐如第三禅。四无量心六波罗蜜常得现前，四无碍智六神通力如意自在，离畜生道入涅槃道，登金刚心成等正觉。为六道发愿第三十四，我等已经奉为诸天诸仙龙神八部礼佛功德因缘，愿十方尽虚空界四生六道穷未来际一切众生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不复往物形骸，受诸处毒，不复造十二忤逆，更入三途，成经礼佛功德因缘，各得菩萨摩诃萨净身口业，各得菩萨摩诃萨大心大地心生诸善根，大海心受持诸佛智慧大法，须弥山心令一切安住无上菩提，摩尼宝心远离烦恼，金刚心决定诸法，坚固心众魔外道不能举坏，莲花心一切诸法所不能染，优昙波华心一切劫中难得之遇，今日心除灭一切愚痴异障，虚空心一切众生无能量者，又愿四生六道一切众生从今日去思量是性，思量觉性解性，弃捐调戏常思法语，所有皆失，心无爱惜，心心勇猛，不怀怯弱，所修功德悉施一切，不还邪道，专心一向，见善如画，见恶如梦，舍离生死，速出三界，明了观察，甚深妙法，各得供养一切诸佛，供养众聚皆悉满足，各得供养一切尊法，供养众聚皆悉满足，各得供养一切菩萨，供养众聚皆悉满足，各得供养一切贤圣，供养众聚皆悉满足，若有后流一切众生亦我等今日愿戒者，皆悉令入大愿海中，即得成就功德智慧，以佛神力随心自在等与如来俱成正觉。请念无常第三十五，今日道场同业大众相与以德，为六道礼忏发愿尽，赐福因虚物事无常，福三世罪福因果相生，恻然在心，虑不思隔，常为影响相符，乃可胡悦善恶之志，
悲可得而传也。唯愿大众觉悟无常，勤修行业，以自资身，故生懈怠而不努力。智者常叹，假使千万亿岁受五欲乐，终不得免三恶道苦，况我百年而不得半，于此促其哪得自宽。且世间幻惑终归磨灭，有者皆尽，高者亦坠，何会有离，生必因死。父母兄弟，妻子眷属，爱彻骨髓，当舍受时，不得相待。纵观后路，荣华豪贵，钱财宝物，亦不能延人之寿命，亦不可以言辞饮食求嘱托者。无形之对，谁能留者？经云：死者尽也，气绝神逝，形骸萧索，人物一统，无声不终。而舍命时，受大苦恼，内外六亲围绕嚎哭，死者惶怖，莫知医头，身虚体冷，气将欲尽，见先所作善恶报相，森然在目。其修善者，天神抚慰；其行恶者，牛头驱逐。玉竹罗刹，永无宽恕。此情孝子，不能相救。夫妻恩爱，相看就近。风刀解身，苦不可言。死者耳时，肝胆寸裂，无量痛恼，一时同极。神事周章，如狂如醉。绝欲起一念善，作一毫福，怀恨在心，不复能得。如是苦恼，无人代受。涅槃经言：死者于险难处，无有资粮，去处玄远，又无旅伴，昼夜常行，无有边际，深邃幽暗，无有光明，入无遮止，道不得脱。生不修福，死归苦处，愁毒心酸，不可疗治，非是恶色，令人怖畏。今日道场，同业大众，生死果报，如环无穷，孤魂独视，无人见者，不可寻觅，不可误计。唯各努力，汗劳人苦，勤修四等六波罗蜜，以为独是诸趣之资，莫以强健而自安心。一个至心，等于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皈依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多闻海佛，南无持花佛，南无不随侍佛，南无喜众佛，南无孔雀音佛，南无不退莫佛，南无断有爱垢佛，南无威仪济佛，南无无动佛，南无诸天留步佛，南无宝布佛，南无花手佛，南无威德佛，南无破怨贼佛，南无富多闻佛，南无妙国佛，南无华明佛，南无狮子智佛，南无月出佛，南无灭暗佛，南无狮子游戏菩萨，南无狮子奋训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家富户。愿今日道场同忏悔者，从今日去乃至菩提，一切罪因无量苦果悉得断除，烦恼结业毕竟清净，诸佛法会常得生育，行菩萨道自在受身，四等六度如说修行，四遍六通无不满足，百千三昧一念现前，诸总持门无不能入，
早登道场，成等正觉。为执劳运力礼佛第三十六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至诚，起慈悲心，无愿轻想，普为今日转身作熟，执劳随喜，施工运力，助营服业者，各级眷属，又为即世牢狱忧厄困苦，淋雨细毙，及诸刑罚，念其处事虽获人生乐少苦多，枷锁丑懈未尝离体，或今生造恶，或过去所追，或因免脱无忧自身，重罪分死无救护者，如是众生各级眷属，众等今日以慈悲心普为皈依一切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次第行佛，南无福德灯佛，南无音声智佛，南无交谈佛，南无势力佛，南无身心助佛，南无善悦佛，南无觉意华佛，南无上吉佛，南无善威德佛，南无智力德佛，南无善灯佛，南无坚行佛，南无天音佛，南无安乐佛，南无日面佛，南无要解脱佛，南无戒明佛，南无住戒佛，南无无垢佛，南无狮子翻菩萨，南无狮子座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家富户，愿今日执劳随喜者各级眷属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一切罪障皆得消灭，一切众苦毕竟解脱，寿命延长，身心安乐，永离灾厄，无复障恼，发大乘心，修菩萨行，六度四等皆悉具足，舍生死苦得涅槃乐。又愿天下牢狱诸余行尽，徒求细毙忧厄困苦，诸有疾病不得自在者，各级眷属，已经为其礼佛功德威力，一切众苦皆悉解脱，恶业对因毕竟除断，出牢狱户入善法门，寿命无穷，智力无尽，身心永乐，如第三禅。忆牢狱苦，念诸佛恩，改恶修善，皆发大乘，行菩萨道，至金刚际，还复度脱一切众生，同登正觉，神力自在。八回向第三十七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以德发心，办所办尽，此复因需以前功德，各发回向，何以故耳？一切众生所以不能得解脱者，皆由着于果报，不能舍离。若有片福一毫之善能回向者，则于果报不复生着，便得解脱，悠游自在。所以惊叹修行回向为大利益，是故今日应发回向，坚劝一切不着果报。我等相遇先因至心五体投地，归命敬礼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坚出佛，南无安舍那佛，南无增益佛，南无香明佛，南无维来明佛，南无念王佛，南无密波佛，南无无碍相佛，南无信戒佛，南无智妙道佛，南无药师佛，南无明法佛，南无具威德佛，南无智极灭佛，南无上慈佛，南无大慈佛，
南无甘露王佛，南无弥楼明佛，南无圣赞佛，南无广照佛，南无文殊师利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慈悲力同家富户，一切行愿皆得圆满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今日去至于菩提，行菩萨道，誓莫退还，先度众生，然后作佛。若未得道，中间犹至生死者，以此愿力，令此大众在所深处身口意业恒自清净，常发柔软心、调和心、不放逸心、即灭心、真心、不杂乱心、无贪吝心、大顺心、大慈悲心、安住心、欢喜心，先度一切心，守护一切心，守护菩提心、是等佛心，发如是等广大圣妙之心，专求多闻，修离欲定，饶益安乐一切众生，不舍菩提愿，同成正觉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Ciao, ciao.